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，哈喽大家好，我是西安胖子哥。这会儿呢我在温宿县，因为呢这边在搞一个活动，这个活动呢就是温宿天山托马峰大峡谷自行车骑行赛啊。今天呢是刮了点浮尘，起了点风啊，天气状况呢不是特别的妙，这个可是对我们这个骑行选手呢确实有点挑战。我为啥不在录那个啥站着在那录呢？因为来晚了，我只能跟在这个车队后面了，过不去了，那没办法给你让，两边都是戈壁滩，都是护栏，我上不去。前来观看比赛的人呢也是不少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一路从高速过来以后，在远远的地方我就看到骑行赛就准备要开始了。从高速公路下来，过了收费站，那是一个出发点，然后到了温宿托马大峡谷那个景区那个地方呢，就是终点了，终点了。我们呢离现在呢，我们离终点差不多还有个三四公里路吧，就到了，啊，就到那儿了。刚刚放了下无人机，发现今天风太大了，无人机在上面，哎，还是受影响。等会到那个，景区里边了，我们再开始航拍一截子啊。嗯，在我前方呢，也就是不到十辆车，但是最前方呢有警车开道。但是在我后方呢，却是两辆路虎开的，两辆路虎收尾啊！哎，对我这个小五菱还是蛮照顾的啊，五菱宏光还是蛮照顾的。小哥哥小姐姐，活动结束不忘了把这个景区的垃圾收拾干净啊。所以说大家来旅游的时候，尽量把自己随身制造出来一些小垃圾呢，能带走就带走啊，不能带走呢，它专门会有这个垃圾箱呀啥的可以装进去，对吧？天山骑士勇者